大家好，我是 Francis 蔡法兰。我的首张个人全创作专辑《Tights Up》在筹备一年多的时间，即将来跟大家分享。这整张专辑的歌曲呢，都是以我自身为出发点，写下在不同时期人生经历的感触。我自己不仅包办了所有的词曲，也担任这张专辑的专辑制作人，所以这整张专辑彻底的保有我内在灵魂的样子，也是我自己喜欢的样子。Tights Up 这张专辑呢，总共收录了七首歌曲，里面包含写给我的宠物狗狗麦仔，写给我的家人，然后写着我的感情，还有以及这个世界带给我一些想法。整张专辑以原声乐器为主轴，我尝试用各种不同乐器的特性来诠释我的歌曲。像第一首 The Voice 就是用我和 Double Bass 两人编制，主打歌 Tights Up 则多到有九人编制。里面最特别的应该就是麦仔这首歌了，它里面用了我最不擅长用的弦乐，但整首歌听起来仿佛可以听到狗狗一直在歌里面奔跑的画面，我觉得非常的有趣，非常的推荐。在这个匆匆的世界里，这真的是一张你能一听再听的作品，相信每次聆听都能发现更多细节、乐句和歌词互相呼应的巧妙安排。 Tights Up， 让我们一起按下时间的暂停键，让我们慢慢咀嚼这张专辑带给我们的养分。在制作的过程中，这张专辑疗愈了我，我也想要介绍给你们。我是 Francis 蔡法兰，希望你们能够支持我的新专辑。